不能有小数点，就是说呢哈，如果你今天呢要指向在 Google 地图上面的某一点的话，你不能给它就是到小数点的第六位，你必须把这个数字哈转成整数，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乘上10的六次方再丢给它，这个叫 GU point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哈这个地方的应用。那首先呢，大概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功能啊，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它其实非常好用，尤其像这个街景功能各位应该有用过吧。好、哦、这个小绿这个小人只要飞过去之后的话，各位就可以看到齁、哦、现在所有的这个街景都会秀出来。好、哦、这个应该是这个不知道飞太里面了，这应该好像是巷子里面的。OK, 好、哦、这个应该是前面啊，它可以旋转齁、哦、往前点两下齁、哦、它可以到走出来了。这个就出来了，那我们应该是在这是哪里，这是巷子里面嘛、哦、OK, 好，那大概就是这些功能街景的功能、哦、不过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手机、哦、帮助我们把这些功能放在手机里面，那各位要注意、哦、几个重点、哦、第一个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的话呢，如何申请 Google 地图上的 API 金钥，那特别注意、哦、如果你要在那个 Android 里面呢使用 Google 地图、哦、这个流程还蛮琐碎的，还有很多地方你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你没有金钥的话你是无法使用地图的，也就是说你要去注册一个什么呢，它会给你一个 API key, 如果你没有 API key, 你的地图是无法在你的模拟器上面或者是你的手机上面显示，这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你在使用 Google 要开发 Google 地图的时候啊，你使用的版本啊，就是 这个 API 的版本呢也不能够用预设的啊，特别注意啊，等一下请各位要注意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个，你要申请如何申请这个金钥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在我们的那个视窗里面的喜好设定里面，那你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你的 Android 里面的版本到底有没有这个，至少了哈，一定要有一个版本是叫 Google APIs, 那这个 Google APIs 哈，如果没有的话请各位哈先把它装一个，至少要装一个，好，你们等一下检查一下，那建议是装哪一个，装 2.33 的这个好了，因为至少这个 2.33 的哈它比较相容，你也当然也我是建议暂时还是不要装4以后的版本、哦、我觉得问题还是蛮多的，那这个部分呢你们先检查一下，如果没有请到这一个、哦、我们这上面有个 Open Android 的 SDK Manager, 请你把这个地方、哦、把它装起来，那这里的话